大家好，我是林德燕。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早上的9:55，加权指数跌15点，昨天外资又大买137亿，今天台北股市高盘开不出来。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小跌，欧洲是比较好一点点，德国涨6点也没有很多，那因为英国涨比较多一些，48点，因为英国的议会通过了支持首相脱欧的案子所以昨天英国涨比较多一些，美国就跌比较多，也没有多少啦。道琼39点，费城半导体0.7%。那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之后，你看台积电都供不出去，大立光也供不出去。昨天外资买鸿海买了40000多张只剩下鸿海在撑盘而已可是鸿海在撑盘的时候，4958增顶鸿家军的股票间都退路啊，真顶341金顶拢都退路啊，所以今天这个盘面并不强今天这个盘面并不强，可是重点在还在个股身上重点还在个股身上。昨天热门话题的无线耳机康控昨天无线耳机的康控拉涨停板，今天康控目前是小涨2块钱，那另外一个美绿跟新日新也是无线耳机的话题，也没强跌所以告诉我们涨高的股票不要去追，还是以底部为安全，这是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今天比较强的在 MOSFET 大中杰力尼克森今天一开盘之后，这个量都增加一倍，量都增加倍数出来，这里面尤其杰力要注意杰力126站稳，接下来1306一过就会冲了所以养成买底部不追高的习惯，这是林德燕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尤其在财报期间，涨高业绩好的也不行，业绩烂的会更惨，一定要买底部的绩优股才会有补涨的机会。这个行情里面你看今天华库要注意华固也都要进去今天不乱而已。历程财报发布间已经攻到快涨停了，那其实历程也涨的已经涨一波了，这个再冲出去就不要再追高了。外资，这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南亚科会下来，为什么历程会冲，因为美光如果跟紫光未来如果真的合作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赢家。因为当年紫光就要买历程，只是被政府拦住，他们合资在西安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在接以后紫光的后段封测，那本身它也是美光后段的封测，所以这一次记忆体里面给熊熊的一支我之前在涨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了今天财报发布，你看外资也是一直买，今天财报发布之后直接冲出去，当然有点高了就不要再追了你看今天论泰拳是不是继续涨了？现在剩下最后的年限74块钱，如果过关的话，那才要开始加速而已所以买底部才会比较安全，追高都很危险卖去堆关。星光金昨天外资又买了10000多张，星光金也要注意，9.91啊，过关的冲啊净值15亿的净值有15.2元所以买底部会才会来比较安全。今天被动元件也弱比较多，6147旗邦给你们开始起来这个外资都一直在加嘛，这个外资都一直在加嘛。2327国巨你看还是供不出去，249，所以我说这种后面财报有问题的尽量不要去碰它。6488环球晶今天下跌了4.5元，昨天也是跌，今天也是跌，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日本的信越跌了1%，盛高跌了3.5%，包含昨天德国市创也跌了2%，所以这些国际大厂都开始在回的时候，环球晶不会堆压注意一下没有这个时间已经走完了，要小心我今天有一档强棒出击的股票，等一下你用心听包含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我们全力布局的这一档50%的股票
我们全力布局这档50%的股票，给那开心叮当啊，我们今天开始进场了。给他4个月时间，50%的行情，咱到底来谈。那今天强棒初期跟大家推荐2448金店，2448金店，我今天一开盘，马上就通知我们的美工人员赶快制作，赶快通知。那今天为什么推荐金店？但金店，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金店恐怕已经涨停了。可是我是开盘就开始通知了，啊，开盘就开始通知了。那为什么今天通知金店？你看今天金店成交量83000张，比昨天的20000张给被细不会出来。目前涨停较近23000多张，重量未亏啦。金店当然价格也是很低，也是属于低水位的。那今天更重要的是突破整个底部的压力平台26块钱，啊，所以开上去之后就会开始做补涨的动作。那当然要有基本面，它的基本面在哪里？啊，公司证实明年度开始 mini LED 开始正式取得使用。那明年开始只要是显示屏的部分会开始导入 mini LED， 那一个 mini LED 的显示屏至少啊会有9000颗。这个量相当的大啊，这个量相当的大，这对金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啊，所以今天一开盘我就 Light 就通知我们好友可以短线买进金店。可是还是要注意，因为金店第三季财报还是会赔钱啊，第三季财报大概只有40亿，第二季也是40亿，也是赔了5毛钱，所以这个也是如同我连续几天跟大家讲的，后面财报不好，它要涨在什么时候？涨在财报发布前嘛。那更何况它如果有转机题材，那就会来得更好。好，所以今天强棒出去跟大家推荐金店啊，这个后面都还有啊，这个后面都还有。那更重要的，基本面更强的这个，后边4个月要起50%的股票，后边4个月要起50%的股票。赶快跟上你的脚步，我们一起来卡位，我们一起来布局。你给他4个月时间，也给跟李仁彦合作4个月时间，那到底来探过的趴？我们这次技术班在礼拜6要开课啊，技术班全套技术班礼拜6正式开课，加入我学习赚钱赢。一起操作获利，同时一起来学全套时间密码。报名专线02-2392-3988，02-2392-3988。我们下午见。